高宇轩真是心机重，叫我去洗车，他把我当佣人使唤，就打算虐待我一番，再逼我离开。我怎么会有这么没天良的婆婆呢？哪个不长眼的？哦，这里那这儿。我是曹凤哥，爸心情有较好一点啊？不，我拄仔就去买爸上爱啉的果汁啊，我小等提拎出来带俾你啉。哥，啊你小等下，爱听我讲好话哦。好啦，小等下家里见喽。你强占曹家千金的位置，现在又当路霸。曹凤，我就问你，你到底多不要脸呐，才会一直想要霸占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啊？我这么不行，你跟你玩像鬼。哎，你凭什么对我大小声？搞了半天，你就是个假千金、山寨货吧？来路不明的野孩子，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我是走开人呐，我以后都是。你少在那边自欺欺人了，要早知道你是个杂种的话，才不会找你帮忙，现在不会被你处理成这样。再敢说我是杂种，我撕了你的嘴！我说错了吗？你不是杂种，还是混血？你这贱女人，没给少的一个死杂种，少的高兴你就不知道心胸是不是？啊！还是人家自己一个杂种，这。接不了红啊！俩总共出什么代志？啊，你嘛知影红啊，上加有效的，安尼你会烦恼啦。我退讲。免加步，伊个代志你莫管。爸，你今日要笑我？啊，敢真正无得烦恼红啊？你即马是咧教我哪做笑？不然要紧的，我来干嘞，我唔是甲天公就打。是讲风啊，真正欠架势啊！有当时骄傲，连我拢想要甲带落，真正是让人心歹。爸，我唔是讲你，你唔是讲我，无你讲啥？我知影是我甲阿风心歹，啊，不过我已经有开一个条件给伊啊。伊若是肯去自首，我该请一个上好律师替拍官司，让伊平安无代志。啊，不过伊唔肯接受，你叫我变哪原谅伊？